然后按一下M键，然后把P3P5同时按一下，再按键还有键，按到241，零代表套机哈，按下接头准备键，钉扣是7，按到7，然后再按下确认就可以，关机以后再开机就叫9039了。 现在就定扣了，定扣了没错，但是我的压脚应该打不了，我看一下能不能打，应该可以打。